老欧，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当然。好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吧。大张，你把这两个大镇的人员配备情况向上级报告一下。好，孟苏那边，我去跟他谈。老欧，那陈贵就交给你了。这个女同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 很不容易，你争取把他的病治好。我知道。江大夫在干什么呢？给阿贵配药。哦，这药可不好配呀。怎么，阿贵的病是不是很严重啊？阿贵这次犯病时候的表现，您脉象不符，这药真是没法配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，我刚才给他把脉的时候，绝对没有他表现的那么严重。你是说，阿贵在装病？小声点儿。我家三代祖传绝技，只要一把脉，什么都知道了。哎呀，我当时也觉得陈贵这个病来的有些蹊跷，正要出发，突然就滚到地上去了。 你说他究竟什么意思？不好说。那咱们先不要告诉别人，再观察一下。行，那我先按他的脉象配点药给他调理调理。太好了，只要不和欧达明一起工作，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去做。我不怕吃苦，只要身边没有那个人，再大的困难我都能克服。 那你就好好干，照顾好自己和孩子。我也会经常去长兴的。就是，有个问题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你说。春晓真的再也不参加革命工作了吗？可以说她现在已经脱离党组织了。想当年，在困押女尸的时候，她是那么的意气风发。 对革命充满了激情，他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是因为你。他一直很爱你，甚至为了你跟他的父亲对抗了很久。我明白他对我的感情，但是我的感情无法给他。穆苏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。 这辈子我的心不可能再给别人了，而我们也不再有可能了。为什么？从今往后，我的情感只会寄托在我儿子的身上。我要好好把他养大。 见到老朋友真是太好了，欢迎你，沈穆苏同志。来，小野，叫叔叔。这话说好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了。来，说话注意点，跟我进来吧。
刚才对不起啊，我就是一下子看着你太高兴了，觉得特别亲切，我就突然想起来咱们那时候在昆雅女中，同学朋友之间多单纯啊，还是那时候好。那时候是单纯，但当年的同学和朋友，现在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？袁长变成了凶残的敌人，春晓也脱离了革命，和我们形同陌路。是啊，大家都发生了变化，只有诗雨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提他。走吧，带你去你的房间。这是你的房间。提醒你一句，北湾镇地处偏僻，我怕你过惯了城市的生活，时间一久，受不了这儿的孤独和艰苦。来之前，秋实已经找我谈过话了，我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。我打算在长兴干出点名堂看。妈，给换脏衣服啊。沈梦苏同志，过去我们是朋友，你知道我这个人脾气直，心里藏不住话。说实话，当我知道新来的交通员是你的时候，我并不同意。长兴站周围山高林密，跑交通要翻山越岭，你一个娇弱的女学生，没想到你还带着个孩子，能干好工作吗？交通站的人手本来就紧张，忙起来的时候一个萝卜要填好几个坑，没人有时间帮你看孩子。见了，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我听见孩子一直在哭，越哭越厉害，感觉不对劲儿，敲门也没人应，推开门，屋里就孩子一个人，找不着沈梦苏了，这个急呀！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能去哪儿？是啊，没人进来。哎，回来了！哎，快看，这怎么大早上都在这儿啊？大早上你去哪儿了？
怎么还哭了呢，小远？哎呀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干什么去了？我这早上想趁天不亮，到山上去爬爬山、跑跑步的。本来想趁孩子醒之前回来的，没想到孩子提前醒。哭了啊！这以后啊，千万要把孩子看紧。这到处都是大山，万一这孩子跑出去，掉进沟里，或者被野兽叼走，那怎么办？好，我知道，我会小心的。莫苏啊，以后早上去晨练，告诉我一声，我来帮你看孩子。谢谢您，太谢谢了。行了，没事就散了吧。他们出来了，快去报告。进到长兴就没影儿了，难道这些人变成鸟飞走了，变成鱼游走了？你说说，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我确实不知道啊。长兴这么大，有这么多镇子村子，长兴大弹到底设在哪里？以什么做的掩护？是开的杂货铺、饭店还是诊所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什么？当初我饶了你一条命，把你从监狱里放出来，还在国军中给你安排了位置，为的是什么？你给我的回报是什么？就是这也不知道，那也不知道吗？大伟，我会尽力的，我一定尽力的，尽你的狗屁力！我费尽力气，费尽心思，让你重新取得共产党的信任，重新打入到他们的组织，为的就是破坏这条交通线。而你的表现怎么样啊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他妈的一点进展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跟上级交代？我留着你这条命有什么用？还想说，
就知道用嘴说，光说不练，说话像放屁一样。就他妈你这样，还敢玷污什么苏？看见你就恶心，你干脆去死，死了！这个世界上倒还干净点儿。让我滚吧！以为我不敢吗？你弄死我算了！你弄死我吧！你弄死我！共产党，国民党，反正我现在两头都不疼，我里外都不是人了。我是弄死你，还有麦秋实，现在看见我就恶心。我知道，是，我现在整个人浑身上下，我就剩下两片嘴皮子了。我也觉得活得没意思。你弄死我，你弄死我吧，你弄死我，弄死我。出性命，就给我卖点力气，多搞一点交通站的情报，帮我把这条交通线彻底的断了。高白云，我都这样了，我能不卖力气？可是这条交通线它确实非同一般呢，还在找理由。我说过话，千真万确，句句誓言。我听麦秋实说，江总司令现在派了10万大军，把江西的红军围得跟铁桶一样。这条中央交通线成了中央苏区通向外面的最重要的通道，中央和苏区的领导对他极为重视。他的组织结构、运转方式还有纪律，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，而且实行了一套极为严格的秘密工作方式。周恩来，我了解这个黄埔的老主任。天生就是个干特科的料。是啊，麦秋实是整个交通线的负责人，顾德章是他的联络员，他们两个人掌管着整个交通线，管理着几个大站的站长。几个大站的站长不了解全线的情况，只掌管着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中站、小站、接头户和交通员。站和站之间只有纵向的关系，没有横向的联系。各站的交通员也是单线联系，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，都影响不到全线和全局。这么说，你一个汕头大站的站长，对长清站的任何情况都一无所知吗？不光是一无所知，而且我根本都没权打听和打探。一张嘴打探就犯忌讳，容易被人怀疑。反过来也一样，长清站的黄旗也不了解我汕头站的情况，也不能打探。就算是两个人碰面了，谈话当中也不能涉及工作的情况。请坐啊，辛苦了一路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请坐。准备了一些粗茶淡饭，大家先就吃一点。啊，辛苦了，吃饭吧。就是。来，来，吃饭吧。下来吧，来。我们什么时候去苏区？你们先吃饭，休息一天。
明天傍晚的时候我们出发，去闽西。到了闽西苏区就是我们的地方了，中央会有人在那儿接应我们，送你们去瑞金。Nach Essen mach Pause. Morgen Abend losgehen. Sehen sinken uns nach Rügen. 您辛苦了。我没事儿，就是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。这批干部特别重要，所以我必须亲自参加护送。吃饭吧。小袁，自己吃饭，妈妈也要吃饭啊。没事，我先喂她，她吃完了我再吃。张嘴，你也快吃吧。哎，叔叔喂你。哎，叔叔喂你吃饭好不好？让妈妈也吃饭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告诉叔叔你想吃哪个菜。这个。吃这个菜，好。秋实，秋实，秋实，小远发烧了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脚崴了？没事儿。真的谢谢你啊！你说这黑灯瞎火的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一个人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的脚好点了吗？嗯，谢谢你。跟我就别老说谢了。王苏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跑交通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其实也没有什么的，这医生不也说了吗？小孩子发烧很正常。啊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这明天应该是今天了吧？你不还得去执行任务呢吗？有些事，本来我想找个时间正式的告诉你。什么？组织上现在已经同意恢复你跟欧大明的组织关系了，并且同意让陈贵留在汕头站，把你调到长兴站工作。怎么了？我高兴，等了那么久，找的那么辛苦，我终于又找到家了。去走走。好了，这下暖和了吧？秋实，说说明天的工作吧。哦，明天的工作你就别参加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哎，小远还生着病呢，你得留下来照顾他呀。工作以后有的是吗？说说咱们俩的事儿吧。我不想说。是因为春晓吗？因为欧达明。你就别问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。我说。过去的事儿都怪我，就是我做梦都想跟你在一起，但是现在我真的不想说咱俩的事儿。王苏，我明白你对感情的态度，
我也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我们知道你就不要说了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把手给我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，我天，我扶着你。奈奈奈，看你的维克尼给你，你他妈那输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这样的鞋没法走这样的路。哎，就他这双皮鞋最麻烦了，一路上净给他擦脚印了。是啊，长兴山里哪有这样的脚印啊？敌人要是发现了，一追一个准。行了。别放牢骚了，上级说了，他是我们红军的宝贝，这一路上得捧好了，不能磕着碰着，听见没有？这样吧，你跟他说这样，我来背他。Everything we can。不行不行，他体重不轻，而且路也滑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砍些竹子，做一副担架，还是他走。也是个办法。来，麦秋实，麦秋实。麦秋实，怎么来了？我觉得我应该参加这次任务。我刚刚调到长兴站，应该尽快熟悉这边的情况和路线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时间有的是，任务有的是。可是这次任务很重要，你们大家都出来了，留我一个人在客栈，我也待不住。那小远怎么办？他还病着呢。他已经好多了，我刚刚给他喂过药，已经把他送到于嫂子豆腐店了。你是非去不可吗？反正我不回去。那也忘他妈了。Fetish and flower blooming。献给你，像花一样美丽的女士。Zaga ina as pretty what？ 弗罗恩同志说：“亲爱的同志，在我们德国有句谚语，即使是为了国王的宝座，也不能违背一个人的意愿，何况……”你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士，嘿，这老外真有意思啊！自己麻烦还解决不了呢，还有心思给女人献花。什么麻烦？他脚上穿着皮鞋，不好走山路，脚印又容易暴露目标。大家现在正在想办法呢。嗯，是啊，背也背不动，大家正在发愁呢。干什么，木苏？让他把脚抬起来。What's matter, Z? Bitter heaven, Z diffuser。把这个布条缠在他的鞋上，既可以防滑，又不会留下鞋印。Du bist eine schöne und kluge Frau。你是一位漂亮又聪明的女士。可以加入你们了吗？出发！
啊？我看你这两天老是发呆，想什么呢？你说他这一过去，他们两个会不会睡在一起啊？你说谁啊？孟苏呗。应该不会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在名义上，春晓也是麦秋实的老婆，那可是登过报纸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不管这个孟苏认不认，她都是我的老婆，她替我生下了小远啊，小远是我的儿子，这可是跑不掉的呀。我还真的很想我那个宝贝儿子啊。哎，我要感谢你，美丽的女士，这种感觉很美妙。美妙 ，fantastic 啊 ！Deine Lächeln macht mich wie ein Gentleman。你的微笑让我感觉自己又成为了一名绅士。Du brauchst mich auf ihrer Seite。你需要我永远在你身边。孟苏，拿着，小心点，不然大家还得护送你。明啊，进来。唐白远，过来坐。别人送的好茶，叫你来尝一尝。啊，谢谢。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，一直在琢磨这个交通线。我终于想明白了，以这条交通线的结构和组织方式，我们仅仅截获他们一批物资、一些文件，抓捕他们几个交通人员及运送的干部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反而会打草惊蛇，引起他们对你的怀疑。他们换几个交通人员，这条交通线又可以正常的运转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必须把这个严密运转的系统彻底的破坏。这样，我们必须全面的掌握每一个大站下面的中站、小站、接头户、运送人员的名单，要了解每一条运送线路和运送方式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彻底地摧毁这一条不断给苏区输送血液和给养生命线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恕我直言，这太难，太难了。我就喜欢做难的事情，有时候事情越困难，我就越觉得热血沸腾，干起来越刺激，越有挑战。何况啊，我现在已经把你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了这根交通线上的咽喉，一旦需要，你就会起到一剑封喉的奇效。要是做不到，
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不是你欧达明不堪重任，就是我袁某人瞎了狗眼。欧某一定全力效劳。哎，小心滑啊。哎，龙苏同志，以前走过这样的山路吗？我呀，从小在粤东的小镇上长大。哦，这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去广州读书了，还真是很少爬山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城市女青年，能在这艰苦的大山里坚持革命工作，而且还表现得这么坚强，实在是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还真是经常练习爬山，但跟你们比，还差得远了。路上要不是我拖累你们，可能你们早就翻过这座大山了。哎呀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不管是谁的路，不管是谁的路，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还在琢磨香港、汕头、长兴这三个地方。香港，它是海外通往内地的门户，而汕头是上海和香港通往苏区的枢纽，长兴地处粤、闽、赣三省交界，属于赤白交界区。这三个大站的地理位置，在战略上是非同寻常。看来，共产党确实有高人。眼光不一般。对了，德培云，有件事我向您报告一下。麦秋实已经派人通知我了，我已经通过审查，共产党已经同意恢复我的组织关系了。你这个叛徒也能通过审查？好，太好了。这么说来，他们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嘛？啊，好事，来庆祝一下。我现在有点理解你对孟苏和小远的感情，你要时不时回去看看他们。不说你跟孟苏什么关系，就小远而言，你这个父亲做得太失职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有纪律，我不能随便去长兴。哎，你又不是去打听长兴站的工作情况，你是去看儿子，陪他聊聊天，玩玩。谁能剥夺一个父亲看望孩子的权利？孟苏。我知道今天逢喜，想着可能会在集市上碰到你，还真碰到。不好意思，先不要了。走，找个地方说话。儿子，想不想爸爸？走。凄美。
在我泪光前，你温柔的笑颜，爱只要燃烧，就不怕瓦解。这份深情从每一秒的后悔，任命运多离别，等不到再见。越恋恋不灭，来不及转身拥抱着你，但就轻轻闭上眼，忘了曾黑色天，像最后的执念，一句永远有多远，岁月滚滚不复相恋。来不及转身就轻轻闭上眼，忘了曾黑